晚上10点半来接我。 服务员，给我一杯酒，谢谢。美女，这杯我请。林一成，我们再来走会儿吧。你不觉得我穿成这样特别刺眼吗？你穿什么都不刺眼。你怎么知道我去酒吧是为了项目？ 不是为了去玩啊？因为我相信你啊。理由呢？这需要什么理由啊？我就是相信你啊。这么肯定？嗯。那你实习生转正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需要300万的赞助，还差了一点。还差多少？290万。 笑总比哭好吧，我觉得只要坚持下去，事情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